面起立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把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交在神的手中。跟他说，所以我们先跟着博轩的速度，透过敬拜赞美，跟祷告会那天有点像，不管我在哪里参与这场聚会，我要遇见你。所以我们同声开口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你们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今天晚上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，这是一个遇见你的夜晚，这是一个要亲自的经历你的夜晚。上帝，让我们在这个晚上被你大大的触摸，让我们在这个晚上被你大大大大的更新。主，我们要听见你对我们说话，求你亲自的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来到我们的家中。你们，耶稣，谢谢你。耶稣，我们就是宣告，这是一个遇见你的夜晚。不管我们在哪里，我们都要遇见你。通过网路，通过今天晚上的聚会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真实的经历你。从敬拜赞美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知道神你就在我们的身旁。求你祝福我们的生命，让今天晚上是一个不一样的夜晚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你得胜的名。 Amen。 来接上，请来接近三音。不管你在哪个地方，我邀请你今天晚上的时候，让我们喜乐的一起来赞美耶稣。愿你相信，当你在家，当你在公司，当你看这个年往之后的时候，
大鼓继续。Thank you.
们已经看见了那盼望，看见了那个平安，看见你的良善，看见你不断在前方带领。也是我们向你献上一个感谢，因为我们知道你从来不会离弃我们，你不断带领什么往前。也是谢谢你，我们要看见上帝是你要带领我们不断的得胜，我们要看见是你不断带领我们突破。我们就把今天再次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。也是谢谢你，我们将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 Amen。 爱耶稣的给他一个最大的欢呼与掌声，哈利路亚， Amen。 好，来测，测，往平上来，乐手可以测。